Hello，菲律宾的朋友，Hello。How are you？菲律宾咋说？公主们，菲律宾咋说来着？谢谢安娜1901。哎，等一下，刚看那个，Nice to meet you，Madonna from overseas。Nice to meet you。You my Jennifer overseas。重来一遍。Nice to meet you. My Daniel from overseas. Daniel from. Nice to meet you. My Daniel from overseas. Nice to meet you. Nice. 我说英文有重庆口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说我说普通话有重庆口音，老师你听出来了吗？没有。Nice to meet you.Jennifer Oversize， 绝对不可能！你们绝对是耳朵有重庆口音。CS， 全是英文，那也行吧，还是有点个人特色的。那我给你拿面吧。好。先放这儿。老师，短剧邀约如何联系？短剧邀约，你比如说你要找哪个演员，你可以去私信他，如果他刚好刷到了的话，然后人家就我会回复你嘛。谢谢 Nicho， 谢谢 Sunny， 谢谢爱吃布丁的姑娘。我跟你讲哈，你们有时候说那个英文哈，我不知道他就是马里嘎扬巴提，马里嘎扬巴提是什么意思啊？马里嘎扬巴提，感觉有点像骂我呀，马里嘎扬巴提。这一部明天就开拍了。中国的方言博大精深，尤其是浙江这边，就一个地方差一点点，他们都不一样。但京津冀地区就还好。我们那边就好。你们是哪里？我是还没弄完。北京周边，河北，对，那边差不多。就是我们那边没有方言，对，说的就是有点北京腔的那种，但他不像北京。我想因为我家拿杯茶来喝。迁过去。对，我是满族啊。你是蛮族？满族。哦，满族。满族。没有矿泉水了。那这不是矿泉水，那个是那个，我想喝那个茶。不是没的，啥也不是，啥也不是。一提到这个，不挨骂就不错了，真的。谁敢提？抖音。